下个礼拜好感恩啊，我哋有入会礼，8:30开始就8:30。咩事啊？点解你仲企喺度噶？做咩事？我肥你啊！而家成个耶路撒冷嘅信徒大遭逼迫啊！你系信耶稣噶嘛？系啊系啊！我睇得出你系牧师，牧师更加危险，快啲走啦！走啦！你提醒我。自从自从史提反被杀之后，罗马政府四出派兵周围捉拿信耶稣的人啊！系啊，我哋都要快啲走啦！冇错，只要留得住条命，去到边度都可以传福音嘅。冇错，走啦走啦走啦！赶快啦，快啲匿埋先啦！你咪，同我手，系喺度，放开我啊！他們在哪裡？我不知道啊，你不說了嘛，帶他走，走，放開我啊。不行了，我們快點分頭走吧。好啊，那你去哪裡啊？我也不知道，總之就要離開耶路撒冷了。肥利，肥利，是我在这里，你是我传福音的先锋，起来往南行，去到从耶路撒冷往加撒的路上去。主啊，那里是旷野，为什么要去那里啊？还有我去到要做什么啊？你去到就会知道。主啊，我到了啦，有啲乜嘢吩咐啊？啫啫啫！哇，靓车哦！肥利，你去追上架车。唔系嘛？你咁睇得起我？你听声都知道个马力好大啦，点追啊？你去追啦。啊？咦？点我对脚咁有力嘅？以赛亚书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什么意思啊？看不懂。他像羊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，你跑得几快哦 ？OK 啊，你睇紧以赛亚书啊？吓，你讲咩话？我有啲气喘啊，可唔可以俾我上车讲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咦，你读的经你明不明啊？不明啊，我都看不懂是什么意思，都没有人告诉我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其实你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的羔羊就是耶稣啊。耶稣？哦，我懂了，谢谢你啊。你怎么那么聪明啊？我为什么这么聪明？我啊，肥利啊，我很厉害的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肥利，我要信耶稣。你看前面有一滩水池，你愿意帮我施洗吗？好啊，当然好啊，来啊。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叫你归入基督的名下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谢谢你啊，谢谢耶稣，我得到永生了，耶、虽然门徒当时受到极大的逼迫，但是这件事反而成为广传福音的助力。福音就是透过一个一个忠心的门徒传遍世界各地。时至今日，我们6110粮堂都承接了这个传福音的火，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会有三波传福音的行动，有多场的报道会，欢迎大家邀请你们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到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把握今次的时机，为耶稣将福音传遍天下。第一波邻舍大收割，鼓励邀请你的邻舍亲民戚友咧，喺11月20日开始的新酒哈颂同埋 Friday Night 嘅报道会，下个礼拜五就系噶啦。而且我们决定在12月26日、27日举行敬礼，一面布道，一面施洗。耶！仲有仲有，第二波家族大收割，欢迎大家带埋你哋嘅亲朋好友嚟到农历新年嘅报道会。更加唔
少得我哋第三波嘅职场大收割，带埋嚟职场嘅同事、上司一齐嚟到我哋20周年嘅堂庆。鼓励大家快啲嚟学我肥利，一齐嚟把握机会，将福音传遍地极。阿门。好，我哋继续去传福音啦。传福音，我载你们去啦。好，来，驾，驾。全福音的水流里面，你怎可以错过这个浪潮呢？所以我们的哈颂新酒会有以苗圃为题为基础的报道会啊。哇，大家有没有听到是很兴奋的感觉啊？大家知不知道现在你的家人就是信主的时机了，他们终于会得救了。关键就是你跟隔壁哥说，你要起来行动了。我哋會有一連串嘅活動，並且咧喺浸禮咧，本來12月13日嘅，而家改為咧喺26、27日，係一個浸禮嘉年華嚟噶，由朝到晚咁樣浸。頭先你見到咧，這個景象就會出現喺我哋眼前。大家仲記唔記得神光八場嘅浸禮啊？這個事情就要發生啦！我哋俾大大掌聲，我哋嘅神。就是叫人興奮啊，好快慰啊，好開心啊！大家記得為禱告名單嚟到去禱告，邀請佢哋嚟到我哋教會嘅聚會。相信我哋每一個未得救嘅家人都可以歸向神。阿門，感謝主。